您怎么来了？爷爷，这里有我们就够了，您回屋歇着吧。十天要交100两银子，整整100两啊！我想想，我这心里头就急得很。靠卖这点花生，这能不能凑齐啊？眼下也没有别的法子了，只能多做些，多卖些。要不，我找你大哥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门路帮帮你们。就不麻烦大伯了，我们再找些卖花生的门路，这银子自然就赚够了。媳妇，哎，不是你挑的这个，看这个不行啊！你像这个都发了霉了，这个都不能往里放。像这个瘪的，就像这些东西，这不能挑，这卖的东西得好好挑挑，否则的话它卖不上价钱去。爹，嗯，我干活啊，向来的粗手笨脚的，这么精细的活我不太会。你这样，你来，您挑，我去帮忙。哎呀呀呀！我来帮你。哎呀，奶奶，哎呀妈呀！二伯娘，哎，你过来帮忙，不会耽误家里的活吧？别跟我聊，让奶奶骂你。哎呀，不会，你奶都说了，只要我来帮忙，她就给我炖鸡吃。快点，妈儿，你的蒜香花生真好吃，你是咋做的呀？独占配方啊？啥配方啊？那可不能告诉你。对对，